哇，又露古赖又激敏，原来是啱啱开播冇耐嘅无线剧集《机场特警》，最新一集讲到张震朗因为条腰唔舒服，所以要去打针。虽然不知道是否有替身，但如果是他真人的话，认真大牺牲啊！另一边，双剧中系夫妻的孙慧雪和黄子恒就上演激吻戏，好唔好？好。嘴得相当之肉紧啊！不知道跟住落嚟每集嘅剧情是否都咁爆呢？